心如和霍建华在2006年结婚，隔年生下女儿小海豚。而近日林心如登上中国节目，就难得提到女儿。只见林心如被问到：“现在天天自己导戏，不拍戏了吗？”林心如则表示：“因为刚好现在正是6岁女儿上小学1年级的时间，两人有共识要花更多时间陪家人，才减少演员的工作。”她更透露，大部分时间都是霍建华送女儿上学，除非当天有规划要去学校附近运动，就会是他送。另外，她也被问到如果要送女儿上学要几点起床，林心如则回答7点，因为她7点半要出门。她就笑说这时间比她开工还早，不过她也表示这反而是很甜蜜的事，算是甜蜜的负担啊。Bye.